地理的三胞胎，这样记住不会错。C K C K， 他们长得不一样，发音却相同，都发 k 的声音。当你听到 k 的声音时候，到底该写哪个呢 ？Number one， 当单词里的元音字母是 a o u 的时候，那么前面的 k 的声音就是 c。Cute， coat， cat。Number two， 当单词里面的元音字母是 e 或者 i 或者 y 的时候，那么前面的 k 的声音就是 k。King， key， sky。Number three， 最后一个组合 c k 特别好记，通常出现在词尾。Quick， duck。Clock， 你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给老师一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学习更多拼读知识吧。